好，喂，你好嘛，家聪。喂，Hello，点称呼啊？张先生。张生，张生你好，啊，你好嘛。张生，今年，近排有个心事，真系喂，张好生，难解决。唔好介意啊，你把声，今年几岁啊，张生？哦，今年初中就今年初哦，中。初中，喂，好，张生你好，啊，你好嘛。点啊？有咩心事啊，张生？咁咧就咁嘅，有一个细过我嘅一个人咧，就啊，中意咗我咧，系咁烦我啦。男定女啊，张生？咁之后咧，张生，张生，中意你嗰个系男定女啊？佢点讲咧？即系总之系男定女好难讲咩，张生？女嚟嘅，你哦，放心，女，我唔系同性嘅。几多岁啊？唔系，咁人哋中意你，关唔关你同唔关你同唔同姓氏？几多岁啊？细个你即系 BB 女定系幼稚园定系小学啊？小学嚟嘅，小学五哇！年级嚟。忘年恋喎，张生，佢今年就升六年啦。你中学佢小学，你忘年恋喎呢单嘢。系啊，咁咧我就唔中意佢，即系朋友上嗰种中意啦啊！吓。咁之后咧，佢咧就经常性喺 WhatsApp 度烦我。啊！点解佢有你电话嘅？咁就我阿妹俾嘅。你阿妹俾嘅，哦，佢系你阿妹嘅同学。系啊，哦。哥哥，诶，我听到你阿妹嗌你哥哥喎，系嘛？系啊，佢系咁话加充啊，哦，好，咁佢点样烦？佢点样烦住你啊？系咁缠住我，佢做咗啲咩缠住你啊？佢系咁 send 啲 message 俾我。佢 message 讲咩佢话点解你唔中意我啊？点解咧？咁你有冇同佢讲啊？你话我想专注，我想专注翻我嘅事业啊，唔系，我想专注翻我行业先。依家我想有啲作为。咁 咧，我同佢讲，其实中意一个人就即系唔可以勉强噶嘛。哇，张生你都睇化晒好多嘢噶咯。张生有冇拍拖啊？拍过几多岁嘅时候啊？6年班咯，哇，即十一岁。前排喎，你而家初一啊？系啊，咁细个就拍拖啊，张生？系啊，咁依家分开咗啦？系啊，点解啊？系性格不合定我咩俾人打咗六步，你六年班戴绿帽，好 match 喎！同你个耳机一样啊，咁绿。第六年班就戴绿帽，咁佢点样俾你戴绿帽啊，先生？你讲多次，我真系听唔到。我话佢点样俾你戴绿帽，即系佢做咗啲咩？佢其实早咧，好早嘅时候就中意咗，佢又中意咗一个人噶啦。佢又打机嘅时候，即系我同学嚟嘅，哦，同班嘅。系同班同学嚟嘅。就咁我嗰时唔同学知妻啦。米走鸡啊！系咁之后咧，我有一日咧就喺 WhatsApp 度同佢告白啦。吓，佢唔系女朋友嚟咩？你同冇得同女朋友告白？即系我同俾我戴绿帽嗰个女仔告白啦，之后佢又应承咗我。啊！之后咧佢就应承咗啦。咁然后到咗学尾，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咧，就同我讲分手。啊！之后咧，佢先同我讲，原来咧佢咧就中意咗咧个同学好耐，佢哋已经拍紧拖。之后咧，我一路以嚟都唔知戴绿帽，但系其他同学已经知道晒。哦，即系你一路蒙在，但成班都知你戴紧绿帽嘅。系啊，佢哋唔讲啫嘛。哇，即系你平时翻紧学，可能你上紧中文堂，啲同学望到你个头，你个头系发住绿色光咁样噶咯。系噶，好光猛啊，绿色太阳。又喺呢度六年班嘅时候戴咗顶绿帽，你觉唔觉得好似好多嘢都系天意？唉，冇办法。我觉得个天应该系想你咧专心读书先，张生。即系依家啲女仔咧都未定性啊嘛，始终佢仲细，可能你咁到啊，你梗先系啦，出翻嚟社会18岁之后，你前先谂路下一拍片拖。光明啊！光啊，大佬，你前途好难光，有成盏红绿灯，个绿灯喺你个头嗰度啊，好
好难光明啊，大佬。咁又系嘅，唔紧要啦，冇办法，系算嘛？啦，我已经睇通晒。咁你嚟紧谂住有咩打算啊，张生？冇啊，都系专注读书先咯，梗系。系嘛？咁系咯，都错啫。你嗰系你第一次拍拖系嘛？咁啊，阵啊。哦，好，你系望先。啊，哇，第一次拍拖啊，大陆冇会唔会对你嚟讲系个童年阴影咧？好痛苦。你用咗几耐去走出呢段感情？应该都有1个月咯。哇，你有冇去买啲可乐啊？啲咁样系咁怼啊，咁样嚟唔开心咁样啊？咁又冇，你用啲咩嚟我就发泄啊？食嘢啦，食咩咧？麦当劳？麦当劳啊，雪糕啊，经常食雪糕，但系唔知点解咧，都系咁瘦咯。都系咁瘦，即系全我哋嘅嗱，看嘅啊，睇紧呢个直播嘅朋友嗱，你失恋去咩饮酒啊、食烟啊，几唔健康？学下张生啊，食下雪糕啊，成件事开心好多啊，抵抗开心失好多，系个嘛？心情即刻系扩张晒，扩张晒添啊！同埋你会令我谂通咗，谂通咗啲咩咧？谂通咗其实即系而家都咁细个，仲咁细个都仲哇！即系你谂失埋啲咁嘅嘢，哇！即系你未失恋之前，你谂唔通自己细个呢个问题嘅。系啊，嗰时都仲系。即系你嗰时觉得自己几多岁啊？未失恋之前，八几啦咁样。哇！呢样有，应该都系由细到到失恋嘅时候咯。咁失恋，我觉得对你嚟讲好嘅，即系你突然间啲认知正常翻。你不嬲细个啊，张生，你6年班唔好拍拖啦，大佬。系 啊，今年中咯，系咯。系嘛？专心读书啦，大个啲先啦。系嘛？你叫你阿妹都唔好拍拖喎。即系你阿妹又介绍女仔俾你识，我好担心啊！你咁早熟，系啊，好嘛？今日可唔可以讲住咁多先啊？我加油揾一揾咯。哦，好，你做正经嘢先，张生，多谢你分享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多，拜拜，拜拜。多谢你，妹妹。